大小呢。 估计是那个玩意儿，太阳温度高了，把那个铁皮子烧烫着了，安全圈。 电力部门40分钟都没来得及，电力部门不好，得找一道搞水冲。太远了吧？估计是，没来电的，反映单位。你刷？消防那还是会计？那肯定是。消防就在化工学院。那我怎么没刷点应急单位呢？电力是重要的东西，肯定有应急部门。不是，他们应该远程控制是吧？他们指挥中心那边，电力部门。等到几十年之后的事儿，我。人家控制那不个遥控不就把电给关了，得搞那种。 现在不是电表都是，你钱费他妈的比那钱费会高，他这都不中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找那个掏空的人拿不着。咱，哎，我现在电表还是成功的，我。咱，钱费他妈抽着，他办公室那样加费，办公室都没来电。关键他第一他会高啊，这估计他搞不住。你说啥？你不报，你不报，你他妈都报账。单电嘛，这他妈一燃是吧？都是电，线的。都是电，他没得烧啊。 这一大电呢？大电它里面得烧，那你不得？这不是这边这屁股，先屁股。不是里面就是电线，一点是挺火的。晓得，看到的。不大，不得不是易燃易爆，都是电轨的。嗯，里面有像那样的，电要起不会玩意儿。真怕消防铲。是的，我咋在搞那？我们走那边去看消防站过来了，我们还跑转呢，我说。人脸孩儿。我说看儿怎么操作。